Yeah. There's a window. Very good. Very sound. 按一百七十度，七，二，注意的话，确认。现在这个一段时间就是设置炸冰的时间，按一个。这个显示的是炸冰的时间，你要调到多长时间？比如说这个三十秒，啊，三十秒，确认，按照确认键。这个是敏感度，不用管它。 这个是走廊的时间，一般通常都设置10秒钟。输入按确认，输入下一个记忆菜单一，输入1分钟，按确认键，不管它敏感度，10秒钟走廊时间，按确认。